母鸡案例。2016年3月12号早上起床喂鸡，发现其中一只母鸡无法站立，似乎很痛苦，原先以为是脚受伤，帮它清洗后发现没有伤口，而且有发抖的情况。第一天只能躺，无法站立，奄奄一息。这时赶紧拿些姜汤喂食，并从鸡腿开始往上找原始痛点，按到背部时鸡突然叫得厉害，于是确定原始痛点，按完后使用薄围将暖暖包固定在背部原始点。开始从鸡腿上找原始痛点，按推时鸡叫得特别厉害，脊椎不是脊椎。你较细力嘞，也疼啦。再来好，再来拍一下。按推后背一天暖暖包就可以站了。原以为没大碍了，放回鸡舍时被他的同伴胖鸭跳到背上踩了两次，旧伤加上新伤，鸡又更严重了。晚上又赶紧按推了一次。按推完第一天已可站立，约过了3天已可走路，7天后恢复正常。母鸡恢复后开始下蛋，比一般鸡蛋大很多。